哎，哇，哎呀，您好，请坐，请坐。好，那个你就播着，我们就先走吧。你好，拜拜。你走吧，我想跟人家，我还想跟人家待着呢。你真是，嗯，对，谢谢我们的这个小孩是你粉丝。对，我在这儿显得很多余，想真的是，要不是给你钱了，我真是让你真的是。哎，我俩穿的一样的鞋。当然，这个很好看，对不对？你多余了。阿迪，行，我们阿迪的这个很不错，不错。来，我们今天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啊，其实已经在阿迪达斯 NEO 的公众号上看到了我们一个发布话题，就是这个，哎，你最想在超超超懒直播间看到什么？然后如果之前没看到的朋友啊，现在可以去微信搜索阿迪达斯 NEO 的公众号，关注我们。然后我们有一篇最新的推文叫超超超懒直播来了，我都懒得告诉你们。然后点开我们的这个文章之后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现场抽取两轮的热门留言。这个热门留言呢，热巴和蛋总会分别给粉丝们完成一个心愿。我感觉你这个热巴这个和蛋总三个字完全就是照顾我情绪，对不对？为什么？我不太相信有什么粉丝的心愿需要我来完成。谢谢谢谢。我们总还是有一些脱口秀演员，对吧？谢谢。非常希望完成一些心愿。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是玩什么呢？就是具体玩一个犯懒的事情。哦，还有游戏玩啊？对。然后你看，我们这边是有一个超大的扭蛋机啊。然后据说这个扭蛋机里面呀，有很多。上面这个梗，人家给个特写，上面这个扭蛋。扭蛋。谁干的？出来，是客户吗？啊，没关系，很巧妙，很巧。那里面有很多游戏，对吧？然后这会儿我一会儿弄出来什么呢？然后大家就要玩这个游戏，啊，很简单，对吧？哎，行啊，里面那个人出来吧，不要，根本就有这么高科技吗？啊，还真的。我们这是公开透明的，好吧？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玩的这个游戏是什么啊？啊。这个游戏叫恭喜你开启了当然了环节。当然了，对，必须在这个游戏中接到扭蛋的人必须要在3秒内用语言攻击对方。好，来，我也要参与。扭蛋扔马子一点都不帅，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这直播一点效果都没有。哎，扭蛋。好，哎，啊，你看，刚刚那个忘掉好不好，突然出现很魔法。可是我有什么资格攻击你们俩？我觉得我攻击完你们俩，我会被攻击的。没事儿，你觉得我有什么资格攻击人家呢？我们只能，对不对？那热巴，那咱们攻击当然也不能攻击客户了。你有没有任何可以攻击的点？非常好。嗯，是，就是游戏规则，热巴姐应该也了解了。嗯，要是不了解，咱俩可以假装玩一下。啊，行啊，熟悉一下流程，熟悉一下流程，来，对吧？就是，嗯，来吧，嗯，蛋在你手里，你要传给我，然后我说当然了。哦，这像一个击鼓传花一样，这要刺激时间限制。杨蒙恩每天睡觉之前都要吃吃蛋，来吧。当然了，作为李诞家的员工，不吃蛋怎么行呢？哎，对，就是一不管我胡说八道什么，他都得接过去。对，李诞每天睡觉之前都要给我下蛋。当然了，实不相瞒，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一个人类，其实没有。他说下的是我们蛋黄哥啊，每天睡觉之前都要给蒙恩下单一些我们阿迪达斯的衣服，对不对？可以吗？巧妙吗？客户满意吗？这个还可以啊，来吧，那该你了。该你跟热巴玩了，好，那我们就三个一起。你好，你俩好好玩，没事。嗯，也这样我们会尴尬的。我不，没事，我主要是不敢说他什么。行，来吧。哎，可以。哎，咱们就这样传，永远闻不到我传给他。瞎说，人家安排的是这样传啊？是吗？这样传，我不管他们怎么安排的。你来。行，完了。蒙恩，你这是你，大家可能不认识的朋友给介绍一下，杨蒙恩呢是这一季脱口秀大会刚刚出道的一个脱口秀演员。他的在娱乐圈的生涯呢，他差不多就到今天为止了。看一眼少一眼，大家珍惜，好吧？来吧，来，你要跟热巴说什么？来吧。好，那就正式开始了啊！我觉得杨蒙恩的脱口秀比李诞的好笑多了。当然了，当然了，这就是当然了，当然。然后你可以再传给他。说实话，我都没听清。蒙恩穿上 NEO 的衣服没我好看。这当然了，这个不用玩这个游戏。
当然，我该一个，我想一个。迪丽热巴的眼睛没有我的大。啊、我输了行不行？真的。当然了。但是迪丽热巴的眼睛最好看。哎呀，真是。这个就是炸弹，这个就是个炸弹，这真是。啊，该说什么呢？你也可以传给他，也不用非得传给我。没事，你们就都扔给我吧。我这，当然了。那没有，我就想，我已经想到了，就是迪丽热巴对杨门无话可说。他明明是想传给你来着。你比我还懒。好，当然了，你懒是这理所应当的。当然。然后，那我要看李诞，你就没有我受女孩子喜欢。当然了。我为什么呢？我不服，行吧，行，可以，我认了。想一个什么呢？哎，这些都太……想个猛的。想个猛的，想个猛的。杨门威如果好好努力，将来也有机会成为阿迪达斯的代言人。当然了。哎呦喂，这所以。客户都在这里，换客户坐在这儿，给我一个客户，大家可能看不见，这个镜头后面的客户是这样，不要这样好吗？还要继续说吗？还有吗？还有吗？再说一轮吧，最后再让热巴，我们再说一个狠的吧，热巴再说一个，对，热巴来说。阿迪达斯 Neo 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品牌。哎，当然了。听懂掌声，这个真的是，那就是这个游戏基本上就是玩在这里面，然后因为就结束在这儿了吗？那你想结束在哪一边？就是我看你这个把客户捧在怀里的这个嘴脸，就是你们看看这一季脱口秀大会的吧，杨门在脱口秀舞台上可不是这样的。非常嚣张，非要把甲方把客户当孙子对待，你当时是怎么说的？我当时说呀，其实就是脱口秀有句老话嘛，台上无大小，台下全是爹。这个无论我在台上说什么，台下之后客户爸爸是我永远的家。这个 Neo 呀，本来就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品牌。来，朋友们，买过 Neo 的宝宝们，大家扣个一，我们公屏上刷一刷，让阿迪达斯知道他们有多受欢迎，好不好？哎，然后呢，其实我们直播间也是有很多礼物要有福利的，对不对？对，有福利送给大家。希望所有宝宝们现在听好了，就是现在直播间马上就要送出的是阿迪达斯 Neo 蛋黄哥的联名款的产品。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就在公屏上打一个字儿，很简单，要要。对，要要，不要打错，就是要，不是有是要啊。这样呢，就是我和蛋总呢，就是在会天猫和这个抖音两个平台呢会分别的截屏啊、嗯、对，这样的截到我们前五名的用户就会免费获得到这个阿迪达斯的一个蛋黄哥的联名款的这样一个礼物。现在我们是一共有十个宝宝嘛，就是我在天猫、哎、你在抖音，你看这个时候你看迪丽热巴长多好看。我用在那儿看，我真的是想，我突然没，我这一看晃范儿了，哦，真的好，真的好，美丽。那我们请热巴给我们做一个倒计时，好吧？好，三、二、一。哎，呀，我锁屏了，不好意思，我再来一次。热巴，麻烦你再给我来一次。我接到了，我接到了。好，我再来一次，我再来一次。三、二、一。哎，我也接到了，我们在这边。是要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获奖的。首先我先说天猫这边啊，我现在截到的一个叫喵木儿，然后还有说你是一个笨蛋，这是第二个用户了，你是一个笨蛋427，还有就是 CAOYAN820318，然后以及 BON 秀舞，还有江江江江肉，我说了几个了，1、2、3、4、5，好，这五位用户呢是获得了我们的在天猫这边的产品，就是头五个对吧？对，头五个，头五个。但我要展示之前，我要问一下热巴，这个截屏，这个对这个截可以吗？你赌吧，可以赌上吗？可以的，可以啊，可以的。人家热巴怎么拍都美，还是很美的，就是有点欢快而已。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很高兴你们可能没有见过这么快乐的迪丽热巴。来吧，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五个人哈。
今天星期八，小星，关于二 B， 爱做梦的小透明，独角，五个，这五位好啊，公平公正公开，好吧？附送迪丽热巴每个亿截图一张。那这些朋友们就赶紧来私信我们，就是没中奖你们也不要着急，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抽奖，而且再一次提醒大家呢，我们今天全部的中奖名单会在直播结束以后在阿迪达斯 NEO 的官博上公布。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继续玩游戏？还有游戏，来大家对你们就全程关注着，我们在那玩着，一会儿就又再来一波。这里面有30个游戏呢，30个玩是没事，好吧？我可以这样，我可以在这坐一辈子。哎，这个直接打开了。第二个游戏叫做恭喜你扭出了蛋黄哥的故事，你来讲。哦，其实就是很简单，我们一会儿要什么来设定一个情境，扔给我，来，特别帅，这个不能扔。啥都给你扔。但是他显然犹豫了，他犹豫了一下。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我们会设定一个情境，然后我和李诞来编故事。那这个时候呢，随时会有声音叫停，一叫停，下一句词就是由热巴来抽这里面的一个卡片，卡片抽到什么台词，我们就说什么台词，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那来吧。那比如说用举个例子嘛，咱们行啊，就是比如说我跟热巴说，然后我说一句话，你接，就说我说，比如说我今天吃了一个李诞，对，特别的香啊，就是。李诞得蒸的吃，这个李诞区别于鸡蛋和鸭蛋，就是叫这样的往下圆下去，好吧？行，那咱俩来是吧？咱俩来。那我来抽牌。对，我来个场景，那个，逛商场，然后呢，咱俩碰到了。好，哟，这不是李诞吗？啊，哎呦，您亲自逛商场呀？这话说的，哎呦，我的天！哎呀，这话说的，迪丽热巴也得亲自逛商场去。我是听说这个阿迪达斯 NEO 啊跟蛋黄哥联名出个新款的衣服，我就来看一看。这不巧了吗？我这不也是一身蛋黄哥吗？我出门前还想去问你来着，就是你准。好，我来抽了。背面就是，我都看见了。一起爬山吗？我本来想问你来着，一起爬山吗？是那个，就是整个这半年被用烂了的那个梗吗？就是爬那个山吗？是，这是我就真想把你推下去，真的是烂梗你我得说。对，我又不是张东胜，我就是买了新衣服嘛，然后爬山不是那个梗哈，不是那个梗啊。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真的想和你约个会嘛。作为一个懒蛋，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作为一个懒蛋，反正都是要被你吃掉的。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懒蛋，怎么比这么恐怖吗？我们是个美食节目是吗？其实我们不是卖衣服吗？我反正要被你吃掉的。哎呀，我的天哪！行吧，那你我们继续看衣服好不好？好，这个蛋黄哥的，就是咱们现在还在商场里啊，在情境里。你看我们蛋黄哥的这个联名款的衣服还真的挺好看的啊。是我这个，我真好多人在穿，而且就是卖的特别好，就剩一件了。那你下次再来买吧，这件我要了。不是凭什么就你要了，你就不能送给我吗？所以说爱会消失对吗？你就不能送给我是吗？所以说爱会消失对吗？爱不会消失，但我觉得你会消失。我的爱呢只会从一个员工的身上转移到另一个员工的身上，好吗？这个我的爱是不会消失的。但是你这种做法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真的是。就是你要这个衣服，你有什么用？你不出门，我穿上蛋黄哥的衣服，每天出门，然后让我们所有大街上人都看一看蛋黄哥衣服多好看。我不出门，我在家直播啊，好不好？我看那个好多网友看完了都夸我啊。先不说了，我吃包辣条冷静一下。好多那个网友看完都说，先不说了，要吃包辣条冷静。我怎么了？说明你就穿的不好看。反正这个衣服呢，就是我的了，好不好？你就当做今天呀，就像是一场梦，醒了很久还是很感动。你就当今天呢，就是一场梦，醒了很久还是很感动。
我现在仿佛就是一场梦，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是吧？衣服你也买走了，嗯，行，如果你要是让给我，我还能稍微有一点感动。哎，嗯，你要送给我更感动。你这么一说呢，我作为一个毕竟是老板嘛，对吧？我也可以送给你，但是，我只是一颗迟早要被吃掉的蛋，还有什么好努力的呢？好恐怖啊，感觉，而且就是你这个词儿弄得我感觉好像不光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还有一些发生过点什么，对不对？我俩在争一件衣服，就是这是争衣服的用的词儿嘛？那我只是一个很懒的，是很懒的蛋，是吧？怎么早晚要被吃掉，早晚要被吃掉。嗯，那我就把你吃掉吧。是接下来的词儿是应该这么来的吗？鬼知道，不想动。那这是该你说该我该你说，鬼知道不想动，不想动就不用动。但是我们接的还得动。那个、爬山那个还爬不爬？不爬，不爬吧。其实就是我爬山是真的只想爬爬山，然后拍拍照，然后真的再对你说一句，最后一句了，最后再说最后一句话。好，再。你有蛋黄哥联名款，让你成为这条街最靓的仔。哎，这就是我最想说的，终于说出一句人话了，对，不容易啊。因为其实刚刚热巴说的这些话，都是我们蛋黄哥可能会说的话，就是在产品系里面体现出来，比如说什么鬼知道不想动，然后这个怎么体现呢？鬼知道不想动，就是你为什么不动呀？就是我就是不想动嘛，就是鬼知道不想动，对。哦，明白了，对，挺好。是，我这鞋上也有一个很可爱的，就是它其实每个产品都会有一些这种系列的小周边，比如还有什么，如果大家买完衣服的话，就其实可以在就像刚刚我们三个一样，在这个衣服上面找找这个非常有趣的蛋黄哥给大家留下来的小彩蛋，好吧？咱们可以再送一波福利给朋友们了吧？又送吗？这么快吗？送阿迪达斯，对不对？行，那我们继续。我们为什么要替阿迪达斯省钱呢？送的又不是咱俩的东西，可劲送。行，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播发放福利啊，然后大家已经准备好，我们呢这次先会再次送出超懒直播间的一个特别福利，是我的手中的一个蛋白毯。哎，这个蛋白毯真的是我们的什么什么蛋白毯，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会儿给大家上来，其实就是手中的一个。你真的我说你怎么就是不过说幻觉，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一条质感非常好的一个蛋白毯，它的形状是煎蛋的那个感觉，对不对？对，挺可爱的。对，而且是大家只要想要的话，马上在公屏上就打“要”字，然后要，赶紧给我们留言。同样的，我和蛋总是在天猫和抖音两个平台，然后去截屏，截到的我们各抽取前五个用户，然后大家就赶紧打这个“要”，就是蛋白毯，而且是包邮送到你家。你们好好啊！你们不要打药，就是药热巴就是热巴，不要药热巴，好不好？想什么没事呢？你出去，你给我。行，那我们就打药啊，就打药，一个字药。药，打一个字药啊！我们还让热巴来倒数，好不好？三、二、一，走。哎，我这边已经截好了，你先说，我先说。我还是要问一下，怎么样？这个可以展示吗？可以的，可以的哈。哦，一定要先征得热巴的同意。来，先给大家展示，再来念，可以吗？我要多停留几秒，看清楚了吗？哪个机器可以看清楚一点？我可以走过来，没事，大胆的要求，提出你的要求，可以吗？屏幕都黑了，来吧，念一下啊。范范，尖尖角，骄傲。他说还爱我点儿，你这个 ID，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懂英文，还整了一个挺复杂的单词 ，invisible wings 啊，隐形的翅膀是吧？我知道，好了，可以了，你们五个啊。啊，我其实学到了，其实是要先，蛋总。是要经过人家同意，然后那个照片再给个。当然，那你看你这个这么丑，你可以吗？我这个热巴当然怎么都好看。我这个呢，跟截图是没有关系的，我已经放弃了。行，那我也来，可以给大家先看一下吧，就是天猫这边的五位，能够看清吗？现在，而大家看够了的话，我就开始念名字了。他们分别是冲突兔兔。然后是刘晓花花花花花，你们的名字怎么都是这样的？是
迪迪的豆蹦蹦啊，就是，然后一吸一下，还有我的猫你在哪儿，那就是我们这一共10位用户，猫第六个，然后朋友们，然后赶紧来私信我们啊！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中奖名单，它是在直播结束以后会公布在阿迪达斯 NEO 的官博上公布。哎，然后如果看到自己的名字呢，大家赶紧过来私信我们。当然了，你们要是没抽中奖呢，也不用难过。今天0点开始买阿迪达斯 NEO 的秋冬新款，只要满599就可以获得这一个蛋白毯一条。啊，这是什么意思呢？送的是吗？送，对，就是0点过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买了嘛。只要满599就送一条这个，哦，其实相当于中奖，对，其实相当于中奖了。啊，然后大家也别忘了给我们留言，就是你最想在超超超懒直播间看到什么。然后一会儿我们就会开奖了，而且没准那个他们的留言就会被选中。哎，对，啊，所以其实买我们这个系列就是今天零点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机。对，就是肯定是今天零点大家就晚点睡吧，肯定那个时候折扣很大力度嘛，然后还有送的东西。对，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下一个游戏之哦，是不是？是的，就是真挺好看的，送这个就好了，这个好。哎，这个还挺舒服，送这个就好了。客户在后面，挺舒服的。对，好，来吧，恭喜你！有什么可恭喜的？这个玩意儿，我也真的不知道。客户跟我们调皮是吧？客户啊，客户老师，我们怎么工作还给我发一个恭喜你？又可以工作了，真是恭喜你！第三个游戏我们叫 NEO 的穿搭大混战，就是一会儿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来上，这次给李代扔过去吧，你他特别是三个人才能接住。啊，这个就不必了，这个让杨门解决了。对，我们这里面有三个箱子是 NEO， 然后呢每个盒子里面都会有一些，对，有一些很多不同的信息的卡牌，然后我根据三个不同的卡牌抽出来一句话，就代表了某一个场景。哦，对，我就出现在那个场景当中，然后希望二位能给我做一个穿搭的搭配。啊，穿搭？对对对对，你让我给你做穿搭的搭配，怎么是？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幸亏阿迪达斯怎么搭都好看，不然你就完了。我来吧，来吧，第一个是。星期天下午，哎呦我天，怎么了？不喜欢星期天吗？我喜欢上班啊，就喜欢上周一。好，星期天下午，星期天下午，干什么？哎，录影棚。哎，这果然是工作，哎，特别有爱，哎。看看是什么工作安排给了我，我这么长。蒙恩收到了可以去参加某综艺节目当主咖的邀请。不可能，换一张吧，不要自己瞎念好不好？不要抽出来就乱念。一箱子都是这张，我告诉你，这是，我就要去当主咖。我就请你为他搭配一道服饰礼物，就我去当。哎，其实我一开始说接综艺节目还懵了一下，但是一说到主咖，可以去。那还能？那我们来搭吧。还是什么节目？我觉得我身上这个就特别适合你啊。不可以吗？对对对，我们导演组应该会准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衣服。有没有那个，看见了，来。哎，那我们可以到前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衣服。这都很好看，这怎么搭都好看。对，就是我是主咖。你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搭一套。我自己也可以，对，我也可以自己给自己选。我选，我看人家潮人戴帽子都这样戴，为什么？你戴帽子不潮？不是，他们都这样戴帽子，为什么？我一直没理解，就是后脑勺有那么重要吗？就全保护后脑勺，他们都这样戴帽子。应该是他们前面有头发放下来。来，挑吧来。哎，你还挺幽默。热巴老师怎么突然幽默一默？我来选一件这个。哦，我们是现在就选自己的，是吗？对对，就不是他挑，是给我挑，给我挑。综艺节目的主咖了。主咖，这怎么穿都会好看的。但是还是要挑一套适合场景，因为它确实怎么都好看，然后挑一个最适合的场景。裤子，这个确实是已经我选好了。哦，好，那这但是这是一个裙子来。没关系，我是主咖，我不穿都行。那个，那我想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先把就这样吧，我和热巴的交给你们俩。嗯，哎，但是我被这个衣架咬了一口，好疼啊！这个来吧，
然后那杨蒙恩就要去换装了吗？那肯定不是我呀，我是主咖，我得有三个助理得帮我，就试一下是吗？对对，会，我们一会儿会有三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这个特别适合你，你戴一下吧。我戴就潮。那个热巴说是前面有头发就会潮，来，我看看，潮吗？哎呀，这是咋回事？我们不能把阿迪达斯的帽子毁了。哎，就真的露出来啊！对，这样就潮了是吧？好看，好看，好看，好看。还是不会，还是不会搭。毁不掉，毁不掉。阿迪的帽子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毁掉的。行，那这个还放进去吗？一会儿就戴上就行。行，那、就我们一会儿呢就会那个工作人员有三位模特会帮我把这个衣服穿好，然后给大家去搭配一下这套服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老规矩，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好好好，那么对，我们可以回在这边。我这个这频率这么频繁吗？不是刚送完吗？其实坐这儿就可以了吧？你怎么真的不懒了吗？你这么勤快的。我激动啊！我听说又要可以花阿迪达斯的钱。大家应该记得，就是我们要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阿迪达斯 NEO，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超超超超懒直播间的推文。这个推文的最后给我们留言，就是说你最想在超超超懒直播间看到什么这个话题，哦，就会有机会呢把我们选中出来的留言就念出来。然后截止目前呢，其实我们已经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评论。然后这里面呢有一个是什么呢？说他想看热巴现场模仿蛋黄哥的动作和表情。就是哦，这边哦，工作人员已经送上来了几位，不知道有没有来吧，为难你可以哇，哎，这个好可爱，我的天，真的想把它吃掉，好可爱，你模仿一下吧。嗯，更可爱，就是这个脚在这里，脚这个脚在这里，然后来到脚，然后是手，但我脸没有肉嘟嘟，就没有很可爱。是的，这样，但是很美。你自己没事摸下巴的时候扎手吗？又不是蛇精脸。就有时候这样一摸鼻梁，有没有哇？就是这种就不知道。哎，在洗脸的时候会挡住，有的时候对吧？哦，感觉水会分流，是吧？对。对对对，还有这个也很可爱。这个就是我不得不说不像，对呀，这样子蛋黄哥这长什么样？就那得你来，我模仿这个百那个相似度还是比较接近的，是吧？还可以，这个很适合你，热巴可以看，热巴可以，这个好可爱，他就摊在这里面，非常适合你，煮熟了，然后我们的这个模特呢，一会儿就会把衣服换好。啊，怎么样，换好了吗？现在来看呢，当然是没换好。然后我们需要再来一些互动，互动。嗯，看看我们的，现在已经换好了是吗？哦，他们已经换好了。叫来吧。我以为他们会主动出来呢，不好意思。现在我们的三位模特已经换好了衣服，请他到我们的台前来看看这个上妆效果怎么样。有请三位模特。哇。哇，人家戴这个帽子确实是我的问题，尊是我的问题，然后亮对，然后哪个是蛋总的？哪个是蛋总的？好，请有请到这边来，有请迈着矫捷的步伐，那个这个就是模特的那种走法啊，这个走来的也太突然了，你走得很快，这个不错，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刚刚选择了一件黑色的外套，为什么会选择这件黑色的外套呢？因为我第一眼看中那个外套呢，被热巴拿走了。嗯，是很好看，很好看，对吧？在这儿很帅。这个外套呢是滑的，哦，你也可以摸一下。我呀，滑的，哎，这是。没事吧？不紧张哈、啊，不紧张。人家脸都红了，他现在好想走，为什么要接这个工作？大家看好，大家看里面添加了内衬，这个内衬呢，就是让这个衣服整体不要过于松垮。嗯，而且这个外套还有一个很惊喜的设计，来，这个麻烦靓仔转身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后面的图案，哎呀，很漂亮啊，很漂亮。对，而且这个衬衫呢搭在里面，就是这个小小的心思，还有这个鞋嘛，就是小白鞋，大家都认识，我们是同款，就是很百搭，但这个鞋我们这次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在这个鞋尾有个小小的蛋壳，来麻烦把鞋脱一下。鞋尾啊，不用，开玩笑，开玩笑，你就转过来抬起来，让大家能看到就好了。哎，没有，那边是这个吗？这个在层。哦，在这边，在这边，看到了啊。对，有个小小的蛋壳。最后就是这个帽子，时尚又保暖。
干净又卫生，是吧？很喜欢这个帽子，你看人家戴上就好看。好，真的。好哇，其实我戴上也可以。我是发型的，没有。我来的这个这位帅哥的是。好，谢谢谢谢谢谢。我的做的一个搭配，其实。帅哥都有心理阴影了，走得迫不及待了，这个、一点都不想在这儿。这个面料不滑，这个不滑，就是、对对对，因为哎，严重了。大家看到我们俩穿的其实是同一款，就是因为我觉得黑色嘛，首先它是很百搭的一个颜色，然后呢，这个版型其实是比较宽松，但是又不会显得那种很邋遢、很软趴趴的感觉。而且它采取了一个这样的半高领的设计，会显得，哎呀，我们这脖子也非常的优雅。然后喉结什么的，是吧？对对对，喉结这辈子没这么好看过。对对，主要看奥迪达斯尼欧的衣服才知道我有喉结。然后那个袖管也很宽松，然后其实哦，袖管在这儿，不好意思啊，袖管也很宽松，就是没有那种被束缚的感觉。而且呢，这个衣服真的是没有拘束性。再一个，胸前是有一个淡黄哥的这样的一个印花，就不会让这个衣服显得很闷，然后很沉，给这个衣服增加了一些俏皮的感觉，就是可爱的样子。出来工作不容易哈，也没有想到会这样，是不是？你怎么不来安慰安慰我呢？我其实也没有想到，对不起，对不起。对对 对, 对，好，谢谢这位，谢谢。好，谢谢谢谢。有请热巴，然后哎，果然是一位女生模特。然后我搭配的这一套呢，其实衣服也是跟我这个同款，但是比较长，然后又是就黑色系的。然后我觉得其实如果像我刚出道新人时期，如果要去参加一个综艺节目的话，会想要给大家一些穿搭的建议，我会觉得是要甜美一些，因为出道甜美。对对对，杨门跟甜美这个词真的是、也就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还能勉强接受。对，然后愁苦会让人感觉有一点甜酷的感觉，因为像这个裙子啊，包括它那个格纹的设计，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格子纹这样子的，而且平时我也会很喜欢穿一些廓形的卫衣，很舒服也很好百搭，所以这件衣服其实跟我身上的是，对对，我刚说过了，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呢，帽子也会显得很活泼，因为就是女生这样会有一个不会太有距离感，因为身上穿的会很深嘛，但是如果头上戴一个白色帽子的话，会让人觉得很可爱。然后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技巧，就是大家如果要买卫衣，尤其是女生的话，我觉得可以买大一到二码的卫衣，这样可以在里面进行再次的穿搭。比如说你可以在里面搭一个 T 恤，这样露一个脚脚呀，或者说你在外面套一个外套，就天冷的时候。然后呢，这件蛋黄哥的这个卫衣，我其实是被图案吸引的，就是它这写着我在哪里都是最美的风景。对，这句话就是自带一个C位的主角光环，穿上绝对会成为焦点。而且这样的卫衣呢也会非常的百搭，夏装选择也会特别多，比如说大家可以穿一个比较阔腿的裤子，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然后像我上身的这个其实也是，就短的上衣也是一个女团风，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穿一个稍微露点腰的呀，这样好的，觉得不会出错。我一定这么穿以后。哇，太专业了，说了好多呀。太专业了，已经深深的被甜美所吸引了。好，感谢我们这位工作人员。谢谢那咱们也再歇会儿吧，因为这个游戏还要玩一轮啊，再来搭一会儿，这个好玩。对对对对，还是他们三个吗？你的不在乎的不是我吗？你现在是，我很喜欢第一位那个小伙子，他们可能已经走了。我很喜欢他们，对我们还跟他互动一会儿。那我争取还是他们三个是吧？我们应该这一次是好，星期五的深夜，哎，这个穿搭有点刺激了啊。干嘛？然后干什么？在哪？天台上。你星期五的深夜在天台上。星期五深夜在天台上。少看足球吧，以后。少买股票吧。杨蒙恩收到了心仪已久的女神我的邀约。哦，就是你暗恋对象要约约会。天台见面。是你的对象是刘德华吗？你我的对象迪丽热巴。热巴告诉他说对不起。我觉得那你可以找一个运动风的衣服。你看人家多会安抚我的心灵，真的是。就是结束就可以去跑步了。聊完就可以去跑步了、就是我都不用见你，你就说穿着衣服走吧，然后就是周五的深夜在天台上，女神约跟你约会。对，
对，其实非常难得，因为女神就首先女神约我约会非常难得，其次在天台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耐人寻味的场所。是，我觉得热巴刚刚的建议非常好，因为这个天台上他要说的话已经很明白了嘛。嗯，就是他我不喜欢你嘛。什么？怎么就是天台上就不喜欢我？然后这样呢，你穿一身运动装，你就可以经典桥段，是吗？你不喜欢我啊？我就直接就可以一直。我穿一降落伞嘛，天哪，不喜欢你我就哇哇哇哇的，怎么一到我这儿就全是这呢？那行吧，那我们再选呗。应该啊，对，你们再考虑考虑。我们从这儿开始选吧。你们再考虑，我们不考虑，看着选。好，这次就是你们俩来为我来挑选了。谢谢嗯，那二人还挺重，你们这活不能找个小伙子吗？真是。哎，这个可爱。这又抢，我刚才摸了两下就抢走了。还有个白色的，那就这个吧。这不就我身上的吗？那我就我身上这个吧。哦，哦，对，热巴刚是说可以那什么吗？有热巴刚是说这个卫衣也可以搭搭着穿，对吧？高校办公，对，就是卫衣搭着穿也可以。咱们试试这个搭着穿什么效果？好了，嗯，好，来，我们让工作人员把二位的衣服。我再看看还有吗？就这样吧，我怕那模特太热，也是就这样吧。希望还是那位模特，我太喜欢他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咱们先把这个撤下来吧。嗯嗯嗯，还是挺沉的。这在等待模特换衣服的时候，还是要我们在那个期待大家的评论环节，就是在打开阿迪达斯 New 的公众号，看看大家最新有什么评论，然后我来看一条啊。哦，我看一条之后，大家在评论什么？大家说的是不坐下，也可以可以坐吧，想坐可以坐吧，坐吧，咱们这么懒，坐下坐下坐，这是最懒直播间。好，能坐的不站的，就是说哇，说想让李诞，想让李诞在直播间站一小时，不要坐着。这不是我说的，这粉丝说的，你就站着吧，就是。啊，对不对？嗯，但是我不喜欢健康，我就是坐着啊。而且我们再给大家爆一个料，我们李诞的这个办公室里面除了有一张懒人沙发之外什么也没有了。你过去之后，你无论谈事还是离职，你还是干嘛去那儿，你就得先躺着，对吧？对，有时候很尴尬。嗯，我有一次在办公室见客户，客户进来是站着跟我聊完的，就是他说我这样实在没法跟你谈钱，我说咱俩站着谈吧，站着谈。但是你会不会有那种人去到你的那个你的办公室之后很拘谨？不会的，公司的人就还好，就是外面的朋友，在正常的办公环境下工作过的人是很难接受我的办公环境的。但是你们这些不正常的朋友呢，就跟我比较熟。我们是不正常。没没，他们、啊、他们为什么不正常？因为他是我们公司的。对，我们公司就没几个正常的人。我们公司，然后他就那个，你比较适应的话，其实我那屋旁边不会议室嘛，很多我们编剧啊，像什么程璐啊、建国他们开大会，开这个就去我那屋躺着去了。我那屋也不是啥我的办公室，就是一个效果文化的休息对休息间，都是在那躺着。怎么样，那几位朋友？应该换好衣服了吧？我们的模特，我觉得是他们已经走了。OK 了，是应该是这样的。他们不想再被这么取悦。对。然后我们现在请我们两位模特来上台。哇哦，还是你，果然就是你玩开心了是吧？好吧。然后我们来看看，还是由蛋总先介绍他的这个。真是吓人！又见面了。我先来介绍一下，我就是这个，刚刚听了热巴的建议，确实啊，卫衣搭一个这样还真的得还挺好看的，而且上海开始降温了，也挺冷的，所以也特别想，大家也发现了我的心思，对不对？我已经身上有一件就是这个，但是呢缺了一个，所以结束的时候我能不能拿走？你顺势带走。要不你是代言人呢、啊？你就是你，甚至是我的代言人，就把我的想法都说出来了。这个很好，很暖和嘛，里面有带绒的这个内衬，扛住寒冷的秋风啊。当然我里面搭配的就是这个我身上这件淡黄色啊，蛋黄哥的这个黄色卫衣，这个颜色呢非常
亮眼，在街上呢就稍微拿这个压一压，不拿这个压的话就会特别的耀眼。sorry, 我又激动了，sorry, 这条裤子的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和整体衣服色调也很搭。对，反正天冷了我也找了这个厚的外套，这里面这个也是防风的，对，也是很暖和的。反正一会儿我就都带走了。你结束了你可以投诉他，就是我们不能被老板这么PUA，真的是。对不起啊，都是节目效果，真的，有请，真的都是节目效果。我感觉他满脸都迫不及待的想跑掉。这是热巴的穿搭。我这一身穿搭呢，我是以一个比较温柔的颜色，像大家看到的这款淡黄色，因为最近也是觉得秋天嘛，就是姜黄色啊、淡黄色，这样会很温暖，穿着也会很舒服。所以这件和 Neo 合作的淡黄哥的联名外套，这件衣服的手感也非常的好，它是那种完全就真的是封进不去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会很喜欢摇粒绒的这种质感，所以呢，摇粒绒也本身就是像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是一个流行的一个元素，毛茸茸的也非常可爱，然后穿上呢，妈妈也不会担心孩子们会冻着。这个很重要。对，然后这件衣服的剪裁也有特别的设计过，里面的短的卫衣呢是会让人整个比例就会比较的好，因为它短，然后会显得你的下半身像腿会很长很长，然后上面还有个小蛋黄，我老叫它小蛋黄，蛋黄哥的一个图案，真的很可爱。下身搭配的话，我会选择穿一个深色系的一个裤子，这样会有一个视觉的反差感，再搭配一些稍微动感一点的一些首饰啊，或者项链啊，之类的，对，一大堆自己女生的一些小配饰的话，这样就会很时髦了。好，谢谢我们的模特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来坐着吧，我们感谢。其实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刚刚这几个穿搭的搭配的话，就是一定要记得在9月17号0点天猫的欢聚日呢，就直接付款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最后再来介绍一下天猫欢聚日，我们旗舰店还有哪些活动都是非常大的优惠，就从9月17号0点开始，零点，阿迪达斯 NEO 的和蛋黄哥系列的重磅首发时刻。这个时候，只要你购买阿迪达斯 NEO 的蛋黄哥指定的秋冬新款的话，就可以获得满599就会送刚刚的这个大的蛋白毯的小版。我可不敢说送这个大的。然后最后呢，还是要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这个蛋白毯。这个蛋白毯在哪里？我们再上来蛋白毯。那个很可爱。对，那材质真的很舒服。刚摸了一下。它放在哪儿用呢？孟安，你给说说呗。我其实一开始以为它是个毯子，但是这应该是，对，它其实应该就是放在地上，对，对，然后大家怎么踩都特别舒服。然后我不知道地上你们能不能看到啊，就我这样给你们展示吧，就是其实你想怎么翻懒就怎么翻懒，然后只要是你躺在这块呢，就是很舒服。它的材质也非常的软，如果你光的脚踩在上面，就是感觉像做了一个足底按摩一样。然后如果这时，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优惠，就是在店铺里面有很多优惠券，比如说满300减30，满600减60，满900减90，是不是特别好记？然后还有我们很多的每日的抽奖，只要你来签到就可以抽奖，最多很多产品可以最低低到50%。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注册成为这个阿迪 Club 的会员，享受到很多的会员福利。但是你们以为会员就福利就这些了吗？等一下。我有一个很重要，你也缓一口气。对，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有一个重要的发现，我又发现客户调皮的小心思了。就是你注意我们身后站的三位模特哈，有一位身上的衣服跟蒙恩的衣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客户认为有必要再找一个模特站在这里，所以客户的用意是什么呢，蒙恩？客户的用意就是，无论你长成什么样子，只要穿上阿迪达斯这个衣服，都特别显气质。我站起来跟模特没什么区别，我跟你讲，真的是。那个他们站在这儿是有什么目的吗？给介绍介绍。就希望大家看到，应该是就哦，我因为要卖这三款新款新产品嘛。好。那他们现在站在这儿的话，那个蛋白糖还回来，因为那边一直有人在招手。你给我，你把你的大字报给我。你们干什么？蛋白糖还回来。哎，你们怎么了，阿迪阿迪达斯？你们怎么了？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就是怕我这样的，然后就揣兜里就走了是吗？就蛋白毯还回来。我们杨文到底是有什么气质让你担心成这样？还给谁？还给谁？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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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呦我的妈呀！
原来我在客户心中是这种地位。接着介绍吧。对对对，其实他们是哦，他们身上其实还是有三个小游戏哦，还有对、哦，是我们一个隐性的福利，也就是说，他们每位模特身上他是有，就是我们在挑他的衣服里面，他们都有一个技能卡牌，隐藏的啊。对对对、哦，我们抽到这个卡牌之后，然后有对应的惊喜的盲盒。哦，有盲盒吗？对对、哎，那我们现在就是来找一下三位，这位这位是。我肯定不要那个，留给我，我要找那个朋友。滑的留给你，对，没滑的。哎，等一下。是，我们要你装作不经意的，哎，好啊，真的真的，我找到了已经啊，这么快吗？啊，对，我们这个，哇，我这个没有，他特别好笑，他偷偷的提醒我，他说在就在这个兜里，别找了，就在这儿，子兜里，你偷偷提醒我，哎。应该还有一张吧，啊，朋友，还有，你知不知道他的在哪里？他不说话，他不说话，他可能已经丢掉了。鞋里，鞋里，有可能。那你脱一个试试呗。鞋里，鞋底，啊、是就是你说话，你都我都跪下了，我都给你跪下了。我取个卡片容易吗？啊，没有哎，这个，你稳住啊。为什么你的这么难？太难找到了，这也太死了吧！贴的你们也，哦，哎，谢谢谢谢，好好，那我先来我的这个，我的这个，能要放他们去休息吗？还是让他们还在这儿？因为我们这个，我给他挑那个外套真的有点保暖，我感觉我刚摸他的时候他已经有蒸汽了，你看，让他休息吧，好吗？你每一次靠近他都有蒸汽，好，已经开始疼疼了，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就接下来坐下来，逃走了。这太累了，哦，我这是15秒读完所有天猫欢聚日的福利权益，就可以打开一个盲盒。我先来个简单的吧，这特别简单。行，10秒不眨眼就可以拆开盲盒了。你这个谁能看出来你眨没眨？对啊，所以这个对我来说特别简单。有没有放大镜？就是，来吧，开始。好。10、9、8、7、6。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让直播间的朋友们被卡了？看这个画面，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游戏不应该让热巴玩吗？我谁要看我不眨眼，你在干什么？我的其实也有点简单，我觉得，10秒内完成不同动作的5连拍可拆盲盒。啊，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来，这个来吧。十秒，你等一下，不同，哎，你等，我把直播打开，来吧，嗯。我以为你要接个电话呢，吓我一跳。接个电话，我先学他这个吧。嗯，那我为什么不直接这样看呢？我真的是，你干嘛？啊，嗯，一，然后二，然后哎，10秒之内。对了，啊，三，没关系，多久大家都愿意。就是你有没有发现现场根本没有人计时？就是你可以一直这样下去。行吧，我的这个也很简单。15秒读完所有天猫欢聚是福利权益，来吧。好，那我们计时开始。9月17日0点是我们阿迪达斯 Neo 和蛋黄哥系列线上重磅首发日，购买阿迪达斯 Neo 蛋黄哥指定秋冬新款满599赠蛋白毯，同时还送超大电额优惠券，满300减60，满对不起错，你们可别记，那个满300减30，满600减60，满900减90。最后今天加购的商品大家别忘了在9月17号0点旗舰店抢拍哦。哦，好，那我们把盲盒，我们分别对应的盲盒拿上来吧。啊，就可以开了是吗？哦，就可以开。哇，这是我的这么大吗？这是个盲桶吧？啊？我天哪！我想要那个大的。这个是这个，这个阿迪达斯不怕我拿走啊？我看看，那把我先的，我再打开。你这个。哎，不会吧？怎么了？里面有你熟人啊？就是。吓我一跳。对，我其实盲盒里面就各种不同的礼品，这个就还是对我们的这个蛋白毯，但这次送他一个吧，真的，你快给他一个带走吧。热巴以为我变了个魔术，就是我们会在这朋友们在公屏上就打出蛋白毯，记住啊，蛋白毯字儿比较多，给你们点时间。然后呢，同样呢，我们是两个平台各抽2张，那这个时候就只有一个人了，就是天猫有一个，抖音有一个。然后我们再次拿出手机来，那就让
还是麻烦热巴倒数。好，嗯，然后蛋白毯，还朋友们，这回不是药了，是蛋白毯。是蛋白毯这三个字，你们先打一会儿字儿，因为有延迟。对，别打错了，蛋是蛋糕的蛋黄哥的蛋啊，白是白举纲的白，毯就是杨门偷毛毯的毯，偷毛毯。好，行了，他们已经延迟可以了，已经开始了。热巴来一个倒数，嗯，好吧，三、二、一，好。哦，这个只有就第一个是吧？嗯。哎，我可太难看了，就只有我。我这个朋友叫崩沙卡拉卡，崩沙卡拉卡，波有个波浪还，嗯，你们看一下，嗯，清晰吗 ？O OK 了啊，嗯。对，我这一位先给大家，我先念一下吧，是 Y 点 S H A R O N， 我就不念英文了，他可能也是法语。大家看一下 ，Y 点 S H A R O N， 大家能确认一下，如果看到的话，就是这两位朋友，恭喜你已经获得了我们的这两个蛋白毯。好，是，还有两个盲盒。那我这个呢？谁先啊？我们？我可以哈，嗯，啊，那就跟我一样的这个卫衣也是送的，是吗？对，我们送多少？这个怎么送？这个就是只要大家现在在公屏上打“礼蛋同款”这个四个字，其实是一样的，就在公屏上打“礼蛋同款”，同样两个平台我们各送出一个，然后都是“礼蛋同款”的限量套装，然后还是请我们的热巴帮我们倒计时一下。等一下，他们有延迟，先让他们有延迟过。礼蛋同款，礼蛋同款四个字。答对哦，这次的蛋是李诞的蛋，好吧？这次是要答对哦，嗯。好，已经开始了，来吧。怎么还有人在刷蛋白蛋？该是你吗？不是我刷的吧？真的是。来吧。三、二、一。好。我的这一个，嗯。太美了，你看美不美？真的是，你自己每天照镜子会那个难受什么的吗？就是，怎么每天都这样？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太美了。来，我看啊，这个是“题材敏感”四个字。嗯，看清了啊。嗯，这位朋友获得了这件。我这个比较不好记啊，你们仔细听，因为它叫淘宝53753035。这位用户啊，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叫什么，但是你要着重的看一下淘宝53753035，我们给镜头前的朋友们看一下。咱们出来抽奖能不能有点诚意啊，朋友？你们都不起就抽奖了。行，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盲盒是热巴的，哎，是什么？哇，这得哇一下啊，这个好，这个好，这个这个好，这个我要拿出来参与一下抽奖。这是两张签名照啊，没有，只有一张。哎，这个就在这儿了。那应该是好，恭喜这两位用户获得了热巴签名照，参与一下抽奖。这是两张签名照啊，没有，只有一张。哎，这个就在这儿了。那应该是好，恭喜这两位用户获得了热巴签名照。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别，还是要给大家已经直接很简单，就在公屏上打出“热巴”两个字，然后我们多给一点时间，好吧？毕竟你的粉丝非常非常的多，我们截图给第一位粉丝送出福利签名，赶紧动动手啊！然后那是一共就是我们啊，对你一个我一个 ，OK， 说清楚了啊，大家就打“热巴”两个字就可以了。我打一个，好。骂我们呢，说咱俩怎么能截胡呢？你再骂真的没有没有，我们一会儿让他再签两张不就完了吗？那么没出息的我们。来吧，好，嗯，三二一，走。哎，可以哈，这个也可以哈，可以哈，嗯，这个名字还挺浪漫，是海啊，三个字，就是海啊，是。这个账号是注册在一声感慨之中是吧？那天突然走着就有这种感觉吗？咱们上次旅游的时候小心一点。对，我这个非常巧啊，用户杨蒙恩获得了这个。展示一下嘛。不是，我真的杨蒙恩在现场 P 图，他在抠字儿。我真的不想送给他，他叫用户
下划线7413412，你们怎么这么多就不改名吗？小号吗？我真的不想给你们，真的是。好，我们仔细听一下这位用户，下划线7413412，也是获得了。他们截图、哦啊，截图就能那个。我们不骗人，对上。好了吧，如果好了的话，那就太感谢热巴来到我们这次阿迪达斯 NEO 的超懒直播间。最后，热巴还有什么想跟我们的最后的观众？是啊，最后了。那咱们能不能停机了以后，我们再在这儿聊会儿呢？就是这个就不用问他们了吧？真的是，还是要问客户嘛？对不对？来吧，那让热巴跟粉丝说啊。Neo 的蛋黄款，那不是蛋黄款，Neo 的蛋黄款，Neo 蛋黄哥联名款，让你成为这条街上最靓的仔。别忘记9月17号0点开拍。零点啊，零点。对、然后就是谢谢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请大家记得我是热巴。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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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走了？哎、我先撤 了。我们先走了。你不学习，你给我留下，我不想跟你待着，真的是。拜拜拜拜拜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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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